2023年12月25号，今天是礼拜一哈。啊，今天整个台湾呢，又搁在受到一波冷气团，这有可能会变成强烈的这个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早晚特别寒哈。啊，各地拢差不多是晴云到好天。古历行到11月13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0度到23度，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啦，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哈。来，首先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选情的报告啦哈。咱知道这个最近的国民党心吼，不管是立委啦，还是这个总统吼的选情，拢真不利。啊，无法度人取胜呢。啊，即马总统候选人啊，包括副总统候选人，国民党籍的，都照着啊，伫咪媒体有法度人曝光的时阵，都要紧讲白话，啊来加减骗我选票。来，咱来个看这篇的白话是安怎样我讲啦吼。你讲国民党籍的总统候选人啊，这个侯友宜日前来指控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宣称讲中华民国是神话啦，讲这就是吼啊，伫咧吼鄙视啦，看不起中华民国，看不起宪法就对啊啦，唔达到做总统啊，人赖清德接受访问的时阵，伊真惊吓咧讲。讲这个侯友宜竟然有法度人上公开发言过的话，安尼扭曲、白擦、攻击到甲这款的地步，搁再讲和平会当有理想，未当有幻想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吗？侯友宜，你到底相怨到什么程度了？吼，咱等于讲戆度度戆到什么款的程度？对着这个国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就对啦，批评赖清德讲是独裁者，赖清德嘛反击咧讲呢，讲只有肖想要学毛泽东，肖想要学雍正皇帝的人，才有可能会变成独裁者。被问到侯友宜直接指控赖清德啦。直接要指控我清德笑笑咧讲啊，伊讲伫政府公开的政变见证发表会顶面，无想到讲侯友宜竟然讲有法度人扭曲攻击到甲即款的地步，伊确实是质疑侯友宜一方面讲要保护中华民国，另外一方面又搁要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九二共识。但是中国共匪头啊，习近平已经定调过啊，所谓的一个中国，就是一国两制啊，完全无中华民国的存在空间。要安怎样啊接受九二共识，又搁要来保护中华民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啦，认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吗？侯友宜，你竟然有法度戆到这款的程度？另外，对着万里的老厝，一直去和在野党攻击违建。一个吼，比这个郭文婷吼，口说讲唔拆厝，以后一定会变独裁者啦。赖清德反击咧讲，讲只有肖想要学毛泽东啊，欣赏毛泽东啊，包括吼肖想要学雍正皇帝，欣赏雍正的人，才有可能会变成独裁者。赖清德昨昏透早伫新德市参加了宽德拼图活动的时阵呢，佮再来批评郭文婷吼啊，乌龙地啦。伊伫新店吼啊买咧迄块农地啦，讲挖了搁再吼灰田废土，然后搁再铺担马架，然后搁再操作土地定位啦，目的就是咧炒农地，要谋取薄利啦。一块农地竟然有法度拆四领皮安尼啦！目前伫伊咧讲讲郭文婷呢，讲伊完全唔知影讲有这笔700坪的农地。大家敢要相信？郭文婷一个公公二十五当前买地的时阵啊，顶面就已经铺担马架呢。目前伫咧讲讲农地的交易啦，顶面是袂当有任何物件呢。那无的话就对啦，那无的话就对啦，政府就对啦吼，是不准你买卖呢。郭文婷，你讲这的话，就是咧陷害地方政府的官员。这是咱昨日看赖清德吼，同一期间来针对着侯友宜吼，
所讲的白茶话，包括哈、啊，这个对着这个啊，郭文清吼、哦，甲讲伊独裁者，兼甲回应伊迄块农地吼、哦，的经营吼，这是外省定咯。这到选前，即马个即马二五嘛，十三，哦，个剩十个，十八天。从无二十天啊，就对啦吼。即即话题也是，当妈一直说安尼，一直说啦吼。啊，昨下啊，我伫看迄个了，做三日的迄个见闻，最后应该三日无唔对吼。咧讨论着讲，你办公室哦？有啊。哦。咧办伊个算做唔来什么什么会开讲就对啦。我昨下啊看，结果那听伊咧讲，当然这是参考尔啦，讲民调吼。中国主释出讲可能会终止掉 A 克化有无？讲可能会终止 A 克化，听伊讲讲偌清掉绿营这边家伫中部家啦，6%，6%，搭中部听伊讲是迄个什么？迄、那个钢骨机啊啦，还是啥物会种种有诶无诶，诶大本也伫遐啦。诶，我讲听着即讲6%吼，啊，迄、那个了做名嘴的开始解说啊，好多认真啊，解说讲啊，即一科化装置对咱影响足少诶啦，啥物种种我伫遐看哩，我伫遐看伫遐听听了，啊，那到安尼你看不看个装置掉了好啊？我来甲终止啊！哎呀，恁家己甲终止跳得好啊！即马强威也要终止，都他妈讲这，听到到底是还是？那阵真正是真正，因为强威也放出消息讲要终止的口话，中部叫咱来拍去哦。我刚刚讲一句话呀，家己吹呀。因为你准备就是对人家终止啊。哦，根本就不应该有贵。诶，唔啊，贵是无多，因为咧，就做啥，迄个东西，一个话签的时阵，咱调小压挂嘛。对啊。哦，所以咧就马上叫咧接钱嘛。但是我是半个人啊。我知啊。咩啊？啊，你讲他起码，但贵我起码可以当贵啊。啊，起码他他妈一直咧解说讲啊，咱这出口贸易偌济钱啦，啊，了后什么种种偌济钱，啊，对中国也不过是偌济尔，较占一个微趴尔，我根本一点点啊影响都无啊！你去看，等下看这个听听，我想想，啊，去年拢无影响这个未代表款，民进党上林瑞应该甲中止遐，啊，早今仔啦，如果啦吼，昨下个节目咧讲的是真诶啊，这个就是当然咧，伫电视节目伊也无可能讲假的啦吼，难讲诶，啊，结果拢是像因讲诶安尼诶时阵，如果啦是诶话啦，对啊，今仔日中部许那个那落吼，家己吹啦。6%到底是几个人，咱嘛唔知啊。伊讲吼，你做这个钢骨机啊的啦吼，你做钢骨机啊，绝对无这些人啦。伊为人讲钢骨汽车啊，个什么做几行的啦，唔对啦，咩啦？我是安尼想啦，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想法啦。我是伫遐想讲，就算我唔是头家，我是吼做钢骨机的师傅啦，做修理汽车的师傅也好努力啦，当然。这根本的宣布是对我的人那么影响嘛不？我那公主哥我是头家的话，我都影响啊。但是以6%，以40万人，1%40万人，还是以10%15万人，我唔知道。因为那阶层咱嘛唔知道。我按了看，这用波也是用偌济人的一生啊。但是真要这有些问题，这头家人无精力，广告都要休困啊。对啊，啊问题都还没停，还没就困掉了呀。对啊。来，咱看那个新闻。这不我笑的心里不多，我笑了这个。哎，因为这不是毛业嘛，这些孙子呢，你假如他有这种安的，对对对，好给我利润如何啊？如何啊？都继续你生命提出啊，提出啊，啊，我们刚才有头脑提出啊，这么用开读起来，同款的天然不错。一定叫阿平又吃掉嘞。对啦，这一定系影响啦，啊是影响大，影响小，但是那是立拍，伊这嘛是针对中部人，全国啦，哦是针对中部呀。立拍人是啊，立拍做恐怖嘞。立拍是。哇，那很哎，是他都对啦，你们六七两拍的，六下不一样对啦。你若讲针对中部的6%，都唔是全国嘅6%。我唔是全国啊，系啊，中部尔，就针对中部。啊，你若讲中部嘅6%，所以国民党咁咪是全国嘅0.6%，唔知啊，0.1%。啊，国民党即马呛声嘛，中部咧，反正，迄个南部小输啦，啊，中部要小赢啦，啊，北部要大赢啦，即马国民党呛安尼就对啦。
南部因知影讲国民党，咱南部人较巧啦，吼，哎，嘛唔对，嘿，不是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意思讲南部，哎，伊都准备小姑啦，过去是这，哎，过去是南部，我台湾主票嘛，又会这是看下台湾那个嘛，无啥子古话啦，无啥子古话，还是养这些不会人，甲对台湾国民的确话些东西，个查到南部伊都准备小姑嘛。用波讲即马苹果小赢，小赢，小赢未歹咧。诶，苹果咧，小赢，他也不要说小赢。啊，这个做啥物啊？这个，无中波本来咱是赢。嗯，好，你讲即马国民党比小赢，国民党家己底下笑掉，底下咧讲啊，北部应该咩大赢咧就对了哈。好啦好啦，不管啦，但是昨我咧听咧讲到这个，一口是听啊种笑伫心内啊，对啊，那笑淡心内啊，政治算算到尾啊，有当时啊也就来喊着卡。对啊对啊。好，咱讲真诶吼，迄阵咱若坚持一口话是未大协议，是一个未大条款，咱当时去了用十六条，一个终止条，今仔日拢免有这代志等我发生。哦，今仔就免咱再发生这代志啊！即嘛，到底是不是真正像遐电视辩论名嘴所讲的安尼？因为咱不是做钢骨机，咱不是做汽车，咱也不是做运输。他这些钢骨机啊，出来讲我严重都我严重。哎，对啊，对啊，对啊！有一个印刷的啊，原本话支持的科华呀，啊，到到尾啊，讲的科华来，你若要开放掉迄个出版的物件，伊就变成水患啦，好容易呀，对不对？啊，对啦，啊，所以这到底真？那个啊，咱大家看，只是我昨昏听到讲，哎，可话其实这点啊影响都无吗？哎，可话签了主管都无影呢，无影响哦。像我估计啊，正要去。我说拢白出啊，就正的，就是拢白出来，白出去啊。人的东西上翻你都，哎，可话人人即马都去挖科迄个啥，支持哎可话，支持用迄个服从长期服啊，所以啊。拢差不多啦吼，大家拢卖点么小机器，啊，看起来真硬个，你无听下这两天啊，一个错，主要中国是已经，啊 ，A 股啊，早收清单内底已经终止十二项啊，已经甲终止啊，这已经是正式终止啊，啊，后边来，讲要过来啊，后边来讲要过来，啊，我是要阿强辉阿公讲，哎，卡阿沙哩，做一遍终止掉啊，一项来，你别批哦你，哦，对不对吼？好，感谢啦哈！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咱下暗闹看到迄个电视啊，十年前有贴翻的科幻的朋友，看了唔在你心内，感觉好笑啊！对啊，哈！好嘞，继续看新闻消息，好来。来，另外咱有看到罗清德最近啊，这间老厝吼，有真侪法界的人士，包括检察官，拢已经跳出来加大型看挂保险。就算讲所谓哪样，讲伊是幽灵房屋，伊是违建迄个违章建筑，嘛赶快的当信托啦。这种已经检察官出来大型看挂保险，啊嘛是够有人调高一点啊，吼安尼咧咁糟蹋。今仔日咱看到这个头版的吼，有万里区遐的居民吼，就是迄个矿工的。现代人还是吼，伊个囝儿时代吼，写一张批情话字来反驳吼，来欺负因个人吼。啊，咱今仔日嘛看到国民党这边这个徐巧芯这个人嘴是真毒哦，啊是个查某囡仔吼，啊看到外人啊，查囡仔拜托，无差啦，后壁送伊囡仔叫小姐伊嘛未讲拜托，你啊叫老人，你嘛叫小姐伊嘛做阿姨啦吼。这个徐巧芯这个查甫囡仔，你看伊迄个外形，伊唔是敢讲作恶毒的人，但是伊讲出嘅话是作恶毒哦。伊个调高伊吼，走去罗清德因个老厝吼，去翕相打卡，佮讲吼，号一个名，号啊做歹听，啊号这个名，号啊做歹听就对啦，这名我不爱报啦。伊咧讲，这是一个新打卡点啦吼。啊，结果这件代志啊，引起了可能啊吼，这个作家看袂过啊。嘛，伫面色，你甲即个徐巧芯讲了对啦，讲你今仔日所做的遮个代志，你赶紧去做遮个啦吼。啊，那无遮看区吼，啊，遮即、這个啊，迄、那个炭坑啊，遮个工人吼，矿区遮个工人就对啦，死伫遮个人绝对袂帮你煞的。遮迄当时遇着灾害吼，啊，过往去的人是无所人啊。
这些亡灵绝对会来找你都晓得对了啦，你不要这样说说说说，你当作你这样是在做什么，当然啦，可能说一句话，他有可能他的心肝头，他会想说，本来我太不信，来我太信的人啊，我在怕你什么，这些亡灵会来找我都晓算晓吗？哦，这可能啊是安尼，好一个苦坑啊，唔通糟蹋人糟蹋家呢？冠村国民党走路来到台湾的时阵，惊到对答，厌到对答，什么所在，什么所在拢会当合不化？这个矿区加所有的钢料，恁国民党政府阿未走路来台湾的时，人就住伫遮，人就伫遮吼咧做工，人就得到矿区的控制。土地的主人的这个啥英俊，底下搭一栋，底下搭一间钢寮，已经底下生活过来白人啊，过来地人啊。结果恁国民党诶，走路来到这，阮台湾人都爱搁提钱，起贯穿互恁断，起了后顺恁嫌讲贯穿白粗啊，无舒适，本来搁提一堆钱来起断了互恁断，然后搁再互恁合法。啊，当然。家，咱今仔有看到报纸讲吼，某一个所在的台北来东西，阿边啊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和某一个建村吼，合法化，和起大楼。嗯，讲个东西的起的时阵，底下咧拆遐灌村的时阵，对，是要拆啦，赶走啦。要把遐古地赶，遐灌村甲老做一个什么文化，什么碗糕灌安尼就对啦。啊，要和因去大大楼，起公寓很大，好安尼歹清闲。批评阿边啊，批评阿要死！即卖开工迄间公务，因即卖刷过迄个公务，已经计到六七千万啦。嗯，较几年啊，即卖计到六七千万就对啦。结果即个矿区的工人，佮继续安尼无名无份住伫遮，啊无违法，啊国民党安尼糟蹋就对啦啦吼。啊，即、這个徐小新如果你若是讲继续吼，不来太不，神来太不。太神的话就对了啦，伊就讲一句话嘛，吼，一句话用我嘛袂晓讲啊，什么佛来杀佛啦，什么神来杀杀神啊，是安那就对了啦。一句话嘛就对了，你家己应该是啦。是好个，之前就有一句话出来，啊，一句话难啦。你若继续讲你的个性，我都人安尼拿咧，你搁去继续去敢糟蹋绿色车吼，啊，可能啊讲诶，你会遭到天谴，家的亡灵绝对会找你算账，找你赌账的吼。那是无奈太空啊咧，系啦，他也别别人盲猜，哦，对不对？他的空盲猜啊，他过一点歹人，啊，那是 A 训练啊，他很细部啊，但是这个不是，有完那个足起足起，相对我都是啊，就开出来，这是绝指标，在太空下的人。因为我觉得有一个范围嘛，好，咁是安尼吼。北部也上侪啊。即开出来的票，代表因对国民党即届即个反对，单笑要跟安那去反击，即看即个票声啊。对啊，看票开安那啦，无讲。关台湾的人，每一个人都拢要看即个探空，即开出来的票声是出来。虽然这人不知道吼，我们人啊吼，咱也不去过啊。亏本人啊，走未去啦。啊，因为你遐遐遐有迄个，不管是偌济人，他拢去啊。按两万，不管就对。遐票亏出来会比咧，亏有民进党诶，甲亏有国民党诶，亏有国党诶，会比咧，就咱看是正诶人，是毋是对国民党即个就大大诶反动？撇开来了才，本来就是单曲撇开出来，对吧？我怎么怎么这是绝指标啊？你讲能够赚钱，你搁你趴这个代志了，对吧？我唔相信讲钱，再讲唔到你趴这会比较卡好了，会赢了对啦，我唔相信啦，对吧？哦，啊，我撇开出来都才输赢啦，哦，那边看就是这指标就是这，哦，对啦。看票啦，啊！最后就是台湾人民嘛，啊！连什么人都做主人，即讲投票的时阵，你都投出来结果就是上准的民调。虽然现在别当左右讲的顺啊，这做掏空价票，别当左右都在算的结果啦。嗯。但是咱是别看，看这人是不是有受气？那有受气，你投出来票，现在安那，咱时间比较注意些了就。是。来，正讲就是讲，咱也唔知影票是上投的，根本嘛唔知啊。是意思，中老只是讲迄个地区区也票。地区区也票啊。哦，按着万里啊，票啊。万里啊，票啊。什么？几多票嘛有啊？高分啦，高分啦。我是讲迄个地区区出来票。好好好好。好来，好，正讲过来。
我听林先生哈，讲你可能叫许多生叫做多呀哈，啊，食了，那自己的身体感觉那你肯唔敢做一个见证哈？好，好，好，感谢你。我嘛是感觉要甲您做见证。安尼哦，非常谢谢你。我打假时哈，迄阵我就是想讲啊，听恁有咧促销嘛，欸、是是，啊我就想讲啊，买一捆糖买较济罐，我惊我无信心嘛，买来面惊钱开了就一定会食嘛，对了对了，我打假吼，刚开始的时阵吼，我迄身躯规个拢上干的呀，好啊阿姨，我咧身躯毒素毒素啊啦。啊，拢阿妈滚俩，阿妈滚咯，三个月啊，上三个月哦、喔。你所以我拢唔敢无听收音机啊。哦，你上上这久哦、喔。系啊。哦。我就想讲，好，我最开始因为药买了，你无食无。啊，你过去皮肤有安怎无？无，拢无安怎。无安怎，可能是体内啦咯。哎，因为我捌手术过肝。捌手术过肝。嘿嘿，啊，你咧肝脏机能咧代谢不好。可能是快。你清血都无不会被损。就袂啊！我本来就是，之前我妈妈做过见证。嗯嗯嗯。迄嘴、迄口红袂抹哩。啊！迄口红就是你啊！迄口红就是你啊！嘿嘿，谢谢谢谢。啊，过来都慢慢的，足侪拢有真侪症状啦。嘿嘿。进这个是那种欢迎的病。哎，欢迎哈！迄是好转反应无要紧。嘿啊！啊，咱因为就是有继续咧用啊，啊，到尾就甲咱改善咱胸部啊。你胸部安那？我胸部。弄我一个硬块啊，胸部有硬块哦。嘿嘿，啊，你有用检查不？有，我十二年前，79年了。79年了，嘿，可能安尼11年前，12年了，嘿。哎，一阵去切片检查，阿姨就讲，迄良性的吧。良性，然后良性嘛，袂使真诶吼。啊，唔过是袂疼，啊，唔过你哪个懵得疼？啊，唔过食起来啥种？你买个懵懂无去呀？懵无去啊！我嘛在听。哦，安尼跟你讲伊。啊，我想，哦，啊，这开始懂无去。啊，哎、我唔是要食，我这個、我是要食看我的耳会好无啊？你耳是安怎？我耳吼生老二了，就几叫拢未好啊。耳朵炎，耳聋啊，哎，耳鸣，哦。我去省立医院、市立医院拢去做过检查。啊，讲安那？伊讲迄提早老化。哎呦，哎呀，提早老化。啊，体内病毒引起啊。哦，病毒引起哈。系啊，你今嘛？我食足济，我中医看足济啊，安尼哦，未好就是未好，啊，不过到早嘛是也未好，好，讲阁继续食看，继续去吃看，啊，不过我足济反应就对啊，足济反应哦，好，啊，不过我感觉迄阵会烦恼啊，就讲啊，这食了唔好，吼，开下较济，开下济反应哦，对你身体有较济反应，系啊，不过我想讲，听恁讲，你都给我足济信心嘛，是，足济我个就当遐打电话甲咱请教的烦恼啊，嘿，咱的信心就足有力啦，咱的力量。哎，感谢你，感谢你。是啊。哎，谢谢你。啊，食东这胸脯无去，到尾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即卖愈来愈好。哦，皮肤都无感慨啦。因为以前拢安尼乌吞啦。安尼哦。啊，人啊，阮的亲戚啦，看到拢讲你有没有欢喜啊？安尼哦。嘿，啊，所以讲即卖我就感觉都有信心。好。开始照镜子哈。嗯。感觉皮肤亮亮啊。哦，安尼哦，家己感觉有出来，啊，佮别人甲你讲吼。都以前人是讲。咱那目睭，你皮肤拢吞吞吼，像个人咁样花去。是啊，进前你的皮肤就出歹啊，对啊。嘿嘿。啊，今麦吼，食到这段时间过来，你的皮肤改善过来。伊安那个保养拢无效。嗯，哦，进前就是你安那保养拢无效了，对啊。哎，我就是想讲。安尼吼，安尼无怪啊。好起来抹袂好啊。安尼无怪，无怪你这体内。太反应较济啦。嘿，你反应较济，无怪你甲你处理的时阵哦，你也做些反应出来。我是感觉讲安尼。过来，像刚下咱讲没了吼，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咱现在来这个身体上这个帮忙就多啊。啊，咱每一个人吼，上大欢喜就是咱本身皮肤起来水啊，还有光强、光亮了点。迄光亮我们看到的这个，用这个咱家的这皮肤我们看到，哦，你这面啊，你这手卡一下光啊，迄一种光度表示你人身体健康。啊，吞吞的这人哦，表示这人绝对有问题，都清楚了对。迄我光看就知影。哦，而且咱啊，记得人哦，看到迄个面哦，足够的表记着。哦，你今麦这个皮肤啥啦？啊，我你今麦食啥？食个皮肤遐水遐好看。啊，那看到朋友，哦，这皮肤有问题哦，乌吞哦，带乌吞吞，佮兼带乌，乌青乌青哦，这身体上头。就没出问题啊，根本问题啊，差不多没发生啊了，对啊。所以用气的话，这些外观上表示一个人，一些精气、气神啊、精气神啊，那了对。所以讲，咱现在公司上面那些人头壳被讲了有够清楚了，对。心理上的电脑杂质，有物的物件，
表现出来就是在你的皮肤了，在你的身体了，对。所以这边要去处理，他都要讲过，吃看嘛的哈。信山公司真正优秀的产品了，对，以许多山这个产品为主了，对哈。有你们不了解，请你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咱今麦是从咧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啊，这个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就提供一挂产品，为了请上可能每十款的朋友，每十款的朋友呢，你当个金十四寸会腾的电风一台。这边台湾这次旅行的哦，你比如金孟特胶、热天的葡萄那一年啊，五千块了，千块，这种的引起。金水素品牌平底煎锅、金冰糖燕窝拢会引起。你比如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升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能够收三十粒，这拢会引起。咱一道金一行。未完结。那另外是从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各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赶快我老提供一款精品，为了赠送给咱每个款的朋友。每个款的朋友呢，你等下金三米的保温杯一支，你要金白沙湾起哥一条，金冰糖燕窝一打，金半香的汤匙一打，你要个金无环境的洗头毛巾一罐，金宽布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使啦吼。咱一道金一行未完结，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八，感谢。来这边，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光辉》，你真无情。在等候也是无坦荡，心内虽然不愿，虽然不愿，只愿有什么好怨叹？彼当时的路，一直苦困难，叫阮中当。彼阵少年，不知看行，哪知有时是困难。在等候也是无坦荡，心内虽然不愿，虽然不愿，只愿有什么好怨叹？彼当时的路，一直苦困难，叫阮点汤。彼时少年，不知半行，哪知世事烦难。
谢啊，咱哥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下来。来，咱这几天伫这个新闻报纸哈，拢有看到万里空谷的居民啊。对着这个哪家被安尼无情感糟蹋，我乌因正反弹，足未爽。但是咱嘛看到这个万里空谷这的居民，人是是非分足清楚，人是是非分足清楚的人。今仔日阮伫只大话久啊，今仔日啥物人伫只搞阮抹乌搞阮糟蹋，阮拢分甲正清楚。上是好人，上是歹人，阮拢分甲足清楚。今仔日住伫万里空谷遮，那国民党的迄群人，那瓜迄群人就对啦。有可能会甲偌清楚讲，啊，你无代无志，选一个副总统、总统啊，来遮害咱，就互我批评家呢。特别是中国，你甲咱好欺负，啊，你唔去骂中国，你去咧骂咱台湾政府，安尼对啊唔对？人万里人唔是安尼。这边咱那个看万里人已经气候，这群人甲被糟蹋家已经冻未掉啊！因一直一直在在里山来发出这个声音来做抗议，加另外个一篇哦，短短一篇尔啦吼，其实是写千几字的啦，咱家念看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老厝啦，气候台北市政府甲抹黑讲这叫做幽灵房屋，甲大标签呢。当地矿工安心入面的工寮已经被人施工违建，新北市万里区中福里里长贾家勇昨昏正受气发表万里矿区居民要给社会一张批啦。伊讲正感叹合法的工寮煞因为选举去红打一张标签，并且去红批评公关这个所在的地儿就是幽灵房屋。这个所在照理讲是你新北市政府爱来帮阮处理解决的问题，结果你新北市政府煞徛出来带头，出来带头徛起来讲阮家是幽灵房屋，你是对啊唔对啊？你新北市政府到底你是要搞阮一家对对起，你较欢喜啊？贾家勇里长伊伫批当中有讲，这段时间社会高度关心注意着副总统赖清德的老厝甲控股的状况，居民感受着非常大的压力甲委屈啦。因早前的工寮就是矮矮啊，一间啊间尔，正细间，又个吼乌乌暗暗，又个吼湿湿淡淡，正无用哩，用一世人赚的钱去甲翻做砖仔头的厝，为着的就是惊落雨来，佮继续漏水，惊风台来，迄、那个暗片去有风扫去，安尼两两，架着一口罩大大小小老老幼幼安心里面的所在。今仔日你台北市政新北市政府起来带头，讲阮家是幽灵房屋，你是要甲阮逼家己对打去？伊咧讲呢？后来控客关掉，这个控干的家庭煞被办未起，是政府也无负起责任，协助控区居民的居住权，不管法规之前存在啦，不管法规之前存在，也是了后修建的工寮，拢不是居民标高于去甲做违反的法令，也是讲贪图好处不是，而且是政府无伫这个空客废弃了后搬家的厝，找到合法的身份。批当中有讲，偌清这个老厝超过半世纪，厝内面无加好30平，不是养老，不是好体，无任何特权，看到外界安尼标高于敢碰风敢批评，阮家。的人有够伤心，阿嘛真惊吓。贾家勇里长伊个感叹咧讲，咪讲为着选举震动媒体，用各种无熟悉的书，而这个资讯呐，扭曲阮万里看啊，这个啊，这个矿工家庭的厝，就是违建的。
这唔打你消费完过来十年嘅委屈，搁再一出来糟蹋掉阮。新北市政府竟然将阮嘅工寮公司幽灵房屋，看定阮厝已经住过来十年来嘅正当性，调高伊买五道大将，调高伊买五道社会大将，那亲像伫阮嘅胸口搁再压扬落安尼，唔能外界唔通搁继续抹黑阮清楚啊，阮家嘅厝。去年那个空地啊，这个嗯，他都要共亏，你看你票啊，他亏啊，可怕，可怕倒了，哎呀，那你啊，对不对？国民党寡党，你怎忙得倒了呀？所以变过来民进党啊，嗯，万一要开票，中间大家都会底下看啦，规划破相我唔知啦，吼，嗯，从大地照着万里人底下看，那国民党一票，嗯。哎，民进党两票、三票、五票，看国民党会投几票，看国民党会投几票，民进党会投几票，这是一个指标。嗯，恁今嘛万台拢无落用啊，两票会当跟借财。嗯，哎，虽然是讲，你两说不是跟他办你一票啦，当然啦，但是你开又好，嗯，开又水，无一票走为国民党去，无一票走为下去，安尼万台万拢跟万里的人，行一个咧。万里要算作是一个指标性啦，啊，但是咱台湾较早咧乌托团的所在足济嘛，当然啦，啊，当然其他的啊，咱无多完全了解，啊，来针对万里做指标安尼就对了，哈。迄实在咱讲真的，这个物件咱差价你阿久哦，哇，实在真正，我遐实在是遐想拢无咧正比，咧讲咧正比是，差价这个挺多真正，哎，差价真嘛可差，你无讲啊？迄偌清的迄间厝，咱讲啊歹听啊，凡是咱的听众，比如足济人的厝都比较大间的啦，嗯，迄间老厝啦吼，足济人都拢比较大间的啦，啊，这个物件安尼硬加讲伊安尼问题三种种，啊，国民党家己是豪宅呢。新民工的地盘，你也全部拢是安尼。嗯，啊，所以这虽然要看办你的雄心是多。对啊，看下票安那亏啦，票亏哦。嗯，是吧？就来讲你真正有分开无啦，那边啊。简单讲啊。迄个投票完拜上班的时阵有无？嗯。会记搞讲讲差一下万里遐的了，去票声。万里遐的总人口数差不多六千人。我按咱要查看，我也是六千人伊。有满二十岁，但邓平是几岁，伊并无写啦。吼，万金海万里，我相信因为这代志就对啦吼，特别人对万里这票一定必注意啦。嗯，这票像罗清德伊就搬了一代人。嗯，万里遐东西是大爷囡仔大汉起来了，有可能伫外口哦。嗯，唔是呐，这票尔哦。嗯，遐外口伫万里大出来，少年人出去伫外口咧探家。住在外面，住在台湾，每一个角落都有了，不是只有万里，现在还是住在那里而已，相信啦，你大清楚，他就住在台湾，对不对？本身他就万里的孩子，但住在台湾，万里的孩子有可能在外面，在台湾每一个角落都有哦。咱就要看是万里这个所在导出来的，这指标啦，这是一个指标啦，因为罗清标无啥物好攻击的啦，你要想看买啊吼，因罗清标中间的时间好话长啊。啊，边啊，较早迄个第一道咧选总统的时阵，伊的雇佣观点遐嘛，嗯，开93%点贵，拢是支持伊的嘛。那是雇佣啊，雇佣雇佣啊，可能是一号啊两号，我不听好一点啊，你可能千万。别雇佣是安尼雇佣你啊，万一这是红，够这样是红光啊，没价值的。万一这人都相信我，相信你就开票好，相信你这下一代拢伫台湾每一块都拢有啦。早起吃头路出，吃头路出趁钱嘛，都得嘅啦。咱一接驳伫万里遐唔少听众，我头先冇听到，系大概无。大伯，万里我咱带咱呢个。家人新八一的新八个呀，有吧？台北专境应该是名对吧？他说苦，当时也对不？他冇得怕。我也是讲咱等的，是不是开放的刷点呢？欢迎万里的朋友卡入来，看因的感想，完了讲因的发言的心声。冇保证卡的，作者唔是多万里。冇啦，你唔是多万里，万当卡，恁就是讲看万里听下对不啊？收起啦，看万里听下对不？看万里的心声安怎样啊？看报纸就讲，万里人是非常收起。非常公开，嗯，可爱个万里中福利的哦，万里是一个所在呢，啊，
换成着伊迄个碳的重量也有嘛，还是重方面。无一定见温人，无一定迄个当署长阿吉拉伊就卡入来啦。嗯，系啊，因拢万里人啊，见温人伊嘛是真有名，温人家啊，伊嘛迄间嘛跳个拖，挺偌清的啊。啊，佮即个所谓的当署长甲团结的，即个团结太麻烦啦。是，伊其他哩伊也是，大清的出事一个，哦，做好个做好个错在。他在南关的所在，对了，来，那先进广告，来。好，好多啊，咱有一个大哥，也是小姐，咱唔知啊，咱的听众朋友吼，啊，打电话来个公司叫回啊，啊，叫回了，先煞讲就是讲，啊，恁个阿兄啊吼，都讲要讲神堂啊。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下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等待。冷冷的天就是要泡温泉，现在出发2023屏东丝虫季温泉季，打卡整美灯饰，威士超萌水豚，消费满额还可以兑换限量好礼，还有温泉市集、路跑及亲子电影院，一系列疗愈活动等你来体验。详情上网搜寻2023屏东丝虫季温泉季。屏东县政府广告。大家好，我是李伟郝双林，登记第二号区志伟，建设北高雄是我的志业，为乡亲服务解决问题是我的使命。1月13日，昆嘉支持登记第二号区志伟，共同过高雄挺台湾。以上广告由区志伟服务处提供。头家，阮今仔是要牵一台电动车来骑，敢有袂歹的介绍一个啦？吼，袂歹的有真多啦，啊袂使，我先讲吼。哈？比行电动二轮车无地安全帽啊，袂使；无照号志、标线、标志骑车，袂使；违规骑伫人行道，袂使；载人也是违规停车，袂使。哦，原来有遮侪规定哦，我要先讲互阮囝知。嘿，安尼会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甲公路局提供。我是立法委员林代华，高雄的高雄林代华，代华嫁予高雄，代华嫁予台湾。台湾全新奉献，台湾想了解乡亲的需求，新台湾爱高雄，支持一号林代华，一号林代华，感谢你。以上广告由林代华服务处提供。高中在第二辈毕业，我也会确定未来的方向。我决定申请青年都贴方案，先去做事也是做几工，积一寡经验，未来搁较有方向。而且先做事，政府逐个月也会另外帮我奖金一万块，三年一旦欠36万块哦。听起来真好诶，安尼我嘛要参加。申请期限到113年3月18日中昼11点，详细情形请上网找青年教育甲就业督导校服专区网站。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叫钟义勇，也曾叛逆放纵，心好男人不是我在碰碰。三老爸还能为民冲锋，客家子弟重情重义，请立民意，充满义。干大事，趁年轻。我是凤山区立法委员候选人钟义仲。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人的爱。这是一个上该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点整。你手里有钱，你手里有钱，爱怎么你的消息？
听众朋友，起花果有用，喙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起膏，果喙齿花真正有效。我呢啊，十几年前，四十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人家即卖十几年来啊，医生过后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喙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起膏真歹找，赶紧电话警卡台南康乐79450079，台南康乐79450079，感谢你。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的立法委员陈选林黄杰，这次参选到高雄第六选区的立法委员，前进新兴林雅高山盐埕。黄杰是高雄的查某囝，少年敢冲敢拼，对高雄有热情，对国家有理想。拜托大家1月13，立委支持黄杰，总统支持赖清德，做伙守护台湾。拜托，感谢。各位厝边头尾大家好，我是恁的好厝边立法委员王鼎武，立法委员王定宇。鼎武啊，本人亲自伫遮送你拜托，2024年总统立委选举，拜托支持赖清德王鼎武，总统支持咱的老市长赖清德，立法委员支持长久甲大家做伙好心人王鼎武。总统拜托支持赖清德，立委拜托支持王鼎武，守护咱的台湾，建设咱的台南，服务人民。总统拜托支持赖清德，立委拜托支持王鼎武。进党票集中投予民进党，王鼎武本人伫遮甲你拜托，甲你恳求，拜托，拜托。0800-0500-0500，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来，接着咱们邀请听众朋友来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就是咱台南市吴先生来点播中天滚烟潮的歌曲《故乡的列车》。故乡黄昏，犹原是战地。如果你离开故乡，也已经是无离。今仔日坐着这班故乡的列车过站，带着沉重心情，和我走出的车站，藏在我内心这份伤心的感情，结束。我的爱是不值得悲哀，黄昏。我为咱的山盟海誓，为你所牺牲的一切，才使我完全来失望。今仔日我做证，我是要来了解真相。我随时就要来离开，再会故乡无缘的人。心爱的人，心爱的你，敢知我是真心的爱你？为着你来离开故乡有五年，今仔日回来的时，欢迎袂看到你无依的，予我心憔悴，枉费阮思恋你。
过去的青春梦已经是无梦，看破着阮的一生，甘愿来离开着可爱的阮的故乡，在流浪他乡里。来，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政治的部分拢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哦！啊，咱有当时啊，咱有当时甲穿插一挂有诶无诶，吼、哦，无定定安尼较趣味，啊，无拢一直讲政治，吼、哦！啊，连咪啊，投票了，咱就看输赢嘛，哦，就是投票了看输赢就对啦，啊，民调诶也免少看啦，吼、哦！迄个投票完，迄、那个民调上准。诶，头拄仔咧讲迄个咱迄张先生啊，我讲就为张先生吼，啊，甲咱公司叫回啊，当时结果讲，你这歌星啊吼，讲要讲神堂啊，啥那流水溪以南一叫，啊，迄流水溪以北起嚟就未叫安尼，啊，底下苦苦等安尼啦，啊，我这个人头脑正比爱个性呢，讲讲来就准说啊，你讲就别去接啊，也好也好哈，啊，林总诶有特别交代啊，吼，讲这啊。空姐，我们了解一下哈。现在贵的水客都别叫啊，不行啊！我来来来，这件大事啊，不要时间拢可以。我咩讲啊？不啦，以后吼，以后哪有时间吼？即哪一个新闻啊，是比较较无聊的新闻上济吼，啊，先啊，就来穿插一挂这种叫做啥，一个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哎、欸，有哪算笑话啊？哦，啊，民间的故事吼，有哪唔是迄个啥呢？有哪唔是咱的所谓讲那个台湾民间故事迄种常听到的？嗯、哦，迄就是啊，先啊，最近吼，啊，都咧记录到一挂重要啦。我就做袂用的。你是要穿到迄个？我啦，有人讲伊要投资啊，要去工作啊，台工做好谈啊，有捞出来是袂呢？个过来大家都唔识你，啊，就是安尼，啊，佮有当时啊，佮有迄个鲁迅图，随身在身边啊，咩？别讲，好啦，冇啦，迄姜庙的故事吼，只个听到庙拜，咱姜庙拜拜对唔对吼？拜神明啊，啊，拜神明了，伊的壁顶一定写出姜庙，诶，这里就做啥呢？这里就做伊的恩格。NG 啦，好 NG， 我哋睇 NG 啦，吼。啊，有阵时你啊无了解，你甲问来个庙公，啊庙公我讲过，有诶知，有诶唔知啦，啊，啊有诶庙公足厉害，内面一堆神尊吼，啊伊安尼一个一个讲庙，伊听到假庙咁款样啦，吼一个一个讲庙，伊听只趣味吼，像细同咧讲迄个就说梁宝江咧讲话听诶时阵有啊，十二分钟伊对头讲到尾啊，总讲啊，你就对吼。好啦，讲神堂啊。这个神堂啊，有一个封号叫做铁甲将军，大家唔知啊，唔知啊，唔知啊，神堂啊，有人知啦，我是知啦。但是这个铁甲将军的封号呢，当然适用伫流水溪以南尔。嗯，哦，适用流水，这代志啦，要讲讲到古早变过，迄、那个古早郑成功的时代啦。嗯，当时郑成功呢，带一大堆的船吼，啊，过来到台湾，啊，当时台湾是荷兰人淹的啦。对，哦，荷兰人淹掉啦。啊，其实光照的啦。系啦，啊，其实荷兰人底下偌济人，大概三百几个尔。哈哈哈哈台湾哦。啊！伊加俾你地波作啦，吼！啊，加系拢总有迄、那个，甚至讲咧，荷兰人简单讲就是讲，因从台湾这边伊较久啊啦。其实伊嘛唔是严啦，伊最主要人在做生意。对啊，对啊，对啊！啊，变成讲当时为着讲叫做要反清复明嘛，对不对？嗯、注意吼、哦，反清复明表示迄个反清的清就是外来政权嘛，哦，对不对？中国没有五千年吼。啊，这个郑成功当时为这个做啥呢？这个荷兰人，甲为甲和荷兰人吼，已经激战未掉啊，嗯，哦，激战未掉啊，啊，无法度甲断水啊，
我都断水嘛，哦，啊了，这个荷兰人那边也吼，派出因的迄个使者过来干地先讲讲和啦，我为个赞美条来讲和了对，啊讲和了，伊就讲荷兰人要投降啊，啊地先讲一个听着讲荷兰人开嘴讲要投降啊，按边个不安的话就要硬起来啊，铁兰勒泽兰城来了对，我要甲退起来，啊所以船啊就靠岸过来。啊，客花过来了后呢，这个就做三年在准客花吼，这个兵啊就落来，啊落来吼，但是电信公我也赶快叫伊个部长吼，从这个就做三年安民国不贵啊去围剿的，吼、哦，赶快就本来是用那个做三年准那点个炮啊，来炮呢，吼、哦，这么个围的，这么个围的，惊讲伊。讲起来不一样啦、啊！对，地心讲足巧的啦，有弊啊！地心讲有弊啊！啊，但是这个荷兰人吼、哦，伊迄个讲要导航吼、哦、是骗的啦。伊其实伫内底咧创啥？你讲那德国刀菜刀啦，哦，无比准，无不准。哎，对，准备咧开车门咧拉出来。啊，地心讲伊知，啊，但是呢，伊的部长。所以我啊，都要导航啊！要导航，看看图啊，那不管嘞。就是啊，那哎呀，就拢放生去啊，那就对了。啊，放生去了，这个荷兰人的暗算摸你摸位摸出你的暗时啊，无位你的时阵吼，准备就要冲出来啊！啊，冲出来，地上讲虽然未全军覆灭，但是绝对是有一定经重点落去拍那就对了。啊，这个地上讲呢，伊是知影讲荷兰人可能会，但是唔知啥物时阵呐、啊。他嘛认为讲荷兰人遐迄点啊人鸟啊人较济，应该是真正要投降。结果呢，这个荷兰人准备要反击的啊，就是讲炸航啊。哦，假无去投降，但是随上要反击的时阵，伊咧运作着，即个做兵啊准备好要冲啊。啊，即个做三年跟台湾的南部安平家啦。安平。有一只神堂啊王呀。沈唐啊，就是那个个壁虎吼，沈唐啊，我多只，我唔知啊，你咧出来可能要修炼成精啊，看。啊，这个沈唐啊，哦吼，一个知影讲，这个荷兰人准备要攻击这个做电信工的部队，紧张啊。简单讲，这沈唐啊，王是挺电信工的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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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袂过溪哩，沈腾啊，伊无多游泳嘛吼，所以咧走袂过，伊嘛想要来啦，嘛想要来啊，就对。结果干那落水溪，伊男只沈腾啊，就惊死人侪啊，就对。啊，大家拢总伫咧迄条做啥草啊坡内底底下等，啊等这个沈腾啊王哦，看到这条做荷兰人开始咧叮当啊，沈腾啊王抓头开始就。还是在叫啊！啊，一只叫无啥，吼、哦，几啊千万只神人啊，东西得怎做伙叫啊？那对不对？那是哪小弟？就咧单雷公同款并将叫吼。啊，地心公主安尼，哎呦，就咁拢全拢惊到啊！这里做啥？遐兵，遐将士拢总醒起来。是。啊，醒起来，到时候发现讲荷兰人攻过来啊，对不对？攻过来，啊，所以咧真简单，就甲荷兰人甲冲掉安尼啦。啊，地心公后来就想讲啊，奇怪呢，啊，半暝啊都。静静啊！啊个突然间，哒哒叫，嘿，什么声都大声啊，对啊。是吧？头发唔知讲有神能个声。对，啊也播下邓永华，再讲。邓永华，哎，因为人家，邓永华变神人，已经变神了，对哈。啊，邓永华在甲讲讲，啊，这是神堂啊，甲咱暗做啊。哦，神堂啊，甲咱暗做啊，听伊讲吼，有只神堂啊，王听难的，就对了哈。邓成功就咧听得爽啊。哈哈，拢目的拢顾在意，看得起豪宅，要从啥拢顾在意。个很亲切。无啦，但是先讲一个安尼咧，怎啊？这个神堂啊，甲封一个好啦。封一个啦。封一个叫铁甲将军。铁甲将军。好，铁甲将军。啊，铁甲将军甲封了去了后呢，这南部的神堂啊，吼，一个讲个解讲就是讲，恁死到处前处后处来处外，想要叫恁就叫。想要叫你就叫，嘿，哦，你若要叫你就叫。对，电信公就甲这神堂啊，讲讲，恁咧安那拢无要紧，所以电信公
边边滚龙咧，开玩笑话大咁来啊吼！啊，就甲神堂啊讲，咁你若想要叫，随时都来。但是这个名音咧，嗯，都我干那有来遮咧。哇，有来家啦，就是都水客一百家啦，对对对对对。啊，都水客一百都无来啊。啊，都水客一百无来是，伊但是咱嘛是爱个方面，因是无法度过来，哎，哦啊，刮袂赴，啊，就先讲风是风，都水客一百家，哦，神堂啊，红包发来个，即系。对对对，讲恁啊，随时一叫，处前处后，处内处外，拢总固在恁叫了，对阿洪披甲将军啊。披甲将军。哎，当时的下令就是讲，即条这三呢，不得对神堂啊无礼。嗯。哦，不得对神堂啊无礼啊！北部这边家就是要追客，以北的这边家呢，你说讲啊，我都无去。嗯。阿洪啊，无洪着阮啊。嗯。阿怎判死啊？嗯。啊，判死了后，落水客以北。诶，这个神堂啊，抓不挨叫啊！你讲啊，你方南边无方远啊，啊，所以伊就无叫。啊，所以主打了后，伊比较暂时，也个是南部的神堂啊，太好叫，而且叫得极大声。对对对。嘿，啊，北部的神堂啊会叫啊未？其实有哪会啦？但是你注意甲听，北部的神堂啊咧叫，甲南部神堂啊，南部的神堂啊是受风会使叫。嗯。啊，北部神堂啊，若想要叫是较细声，较细声，很密实密实个对啦，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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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南部唔是好，独独叫出大声安尼啦。啊，这个物件其实传说啦，哦，这故事啦，故事啦。啊，但是这个罗德山呢，这个神堂啊，这个物件有无哈？也是好的。哇，也是好，假棒糖，哎，对对对，假棒糖对啊，嗯，也是假棒糖。自古以来，咱台湾老一辈的人对神堂啊有无吼，就拢这个叫做啥，就是未使甲抬啦，嗯，未使甲用个死啊咧，就是吼，讲神堂啊，啊，这应该就是平常讲甲封披甲将军啊，神堂啊未使抬起滴啦，系啊系啊，未使去天堂贴，对啊，厝内老神堂是做个呢，会讲，哎。我来头吼，顶头就是姓名厅，姓名嘛，嗯，或者姓名，我是公公出来嘛，哎，好，公公出来就都金星，阿五龙，嗯，不是这公公出来顶头就不是堂啊，哎，上街了，哎，在上街，哦，我都唔敢呀，顶头，哦，看就行啦。张大哥，恁的姓名厅有铁甲将军的船嘛，会上到？哎，第一变啦，第一公公出来吼，啊，咱来姓名，然后拜姓名的阿伯拢有。弄有管公差啦，什么阿是就不做差啦嘛。对对对。哦，那拜不做就不做差啦。啊，咱这个拜，我处理是拜文明性的。哦，关公。哎，关公，还有阵还有金星，啊，不是哦，这阿伯在管公差啦，遐大地来对哦，不是都心疼啊，你惊。哦。安尼，我看到个地，我拢好，心情做好。啊。安尼，这心疼好。咱公司，咱公司的姓名拜这个观音不做，观音不做啊，啊，但是阿伯迄个挂图了对啦吼，阿伯爱挂图观音对观，观音对观，哎，我让你注意看。哦，咱公司啊，咱公司啊，是，来，你装这阿伯呀，是，哎呀呀，好，好啦，啊，这是神堂啊，是啊，那南部会叫，北部未，啊，这可能北部，比如你听讲无啊，啊，阮北部叫神堂，即马卖叫啊呢。这是用啥啦？交通便利啊！嗯、啊，交通便利吼、哦，咧送货啦，还是什么种种？哦、有当时啊，南部神堂啊就过去啊，莫做了，哎，就对咧过去啊，就对啦。嗯、啊，但是足奇怪哦，也是同款，过落水溪以北，就算南部神堂啊过迄边，嗯，叫啥拢变少。哦，安尼哦。嘿，叫是足奇怪代志，就对。所以有人去啊研究，专门掠来吃，哦、对，嘿，就是。落水溪以北神堂，啊，其实是安那，其实是南部甲北部的神堂啊，无共种类啊。佮佮无共种类。无共种类，虽然拢总是神堂啊，但是伊的种类无共啊。嗯嗯。啊，南部这边只这个种吼，比较较叫声较响亮啊，啊，北部较细声啊。嗯嗯。啊，咱南部的去到人遐有无吼？可能说阮人拢轻声细碎。哈哈哈！哈，我那唔能想。啊，你有可能去高家买个中心高铁，冇可能。是哪个讲？我来高家，我多一个人嘅。所以神堂啊，第一有一个封号叫做披甲将军，哦，披甲将啊。第二就是地上讲温尊神堂啊，哦，伫南部这个所在，处前处后，处内处外，想要叫。
你都叫，真系叫掉，对对对。第三，骨折伤害片甲将军。另外有一个讲法，然后当然这是政府农业部机关才讲出来啦。这阿信那是故事，我这故事，我这故事，我这是资料啦吼。伊讲咱台湾目前有九种仙虫啊，有九种。啊，南部会叫的仙虫啊，叫做吼，迄个无油啦。啊，迄个把迄个一。有味啦，就是伊尾啊吼，会扑一点一点啦，扑一扑一扑啦。啊，北部的仙虫啊吼，伊是无油，伊的尾啊是金骨的，无碰一拍都无动静了，对啊，无动静，系啦，无动静。啊，北部这种吼无油的仙虫啊吼，伊较偏爱吼温度较低的所在。啊，多好，咱台湾多好，伫东南亚这个所在，我分南部才温度啊高，啊，北部较温度较冷较低。啊，所以这个无油的仙虫啊，较爱伫北部温度较低的所在。啊，伊原本这种仙虫也就袂叫。嗯。啊，南部这种仙虫啊，是迄个油尾，就是伊的尾留下会扑哧扑哧扑哧。啊。伊这就是会叫声的仙虫啊。啊，但是即马全台湾的仙虫啊，拢烧烂啊啦，即马拢烧烂啊，你嘛搬出嘛。没啦。啊，仙虫啊，伊有可能秘的迄个碳素内底啦，秘伫啥毒？啊，会啊，会啊，会温啊，车啦，火车安尼烧撞烧走安尼，甲迄个南北二路仙虫啊，咧运上来运上。有可能北部对南部才过来，南部对北部才过，啊，有可能嘛，全部拢已经交过，已经拢差不多南家已经拢迄个，拢差不多个一个变种而已咧。对啦，对啦，对啦，啊，但是原则上北部的神堂啊，就伫北部一定较济嘛，啊，所以南部去就算一个交配的话有啊吼，生出来就变成谈北部就一个基因。啊，你讲咩研究讲交配了，北部神堂啊，同南部神堂啊，交配了。听出来心疼啊！会叫咩？啊，就会叫他些声。啊，那依据，啊，但是他来讲的话，就啊，交配出来，有可能是金爸爸，有可能金妈妈。爸爸那南部伊都会叫，伊那金爸爸都会不叫。啊，妈妈那北部伊那金妈妈都不叫。这个简单啦，你个听啦，神堂啊讲大意，讲啥南部的啦。啊，讲北京的神堂啊，讲北部的较济啦。讲大意啦。啊，听下去啊。哎，啊，这当然啦，这恁群众地上讲有可能去放迄个物件啦，这绝对无可能的吼。啊，故事是，啊，故事就是安尼。啊，全台湾各地拢甲地上讲相关的迄个景点一大堆。什么咧鉴证啊？有啊吼！我讲成地上讲的兵去到遐，迄是台中啊。鉴证是台中啦，讲地上讲的兵去到遐，无水通好啉啊。啊，地上讲从伊宝剑抓起来了，怎对头下一个叉，怎出断啊？啊出断啊！听讲迄支宝剑吼，讲压个地下正来过对吧？啊，地上讲都唔捌惊伊遐过，要搞。地上讲来说台湾三年。对啦，三个位啊。三个位。哎，三个华位，四个位。三个华位。讲身体啊，阿姨比恰恰恰恰。后生起死。哎，对啦，有人讲是叫后生起死，有人讲是叫病死的。哦，病死的。系啦，不管哪位地都，地上讲的传说，你包括英哥，迄个英哥酒啊。听一个嘛是讲地上讲用跑去啊风的啊，风一只英哥会作怪啊。三，那你啊，真正讲是大家在台湾。诶，袂当啦！伊来这个所在，听讲逐工拢伫迄个车坎头顶面唉声叹气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系啦，系啦，咁写啦吼，哎呀，电脑机会来讲一寡这个物件吼，这再介趣味啊，但是这拢是民间的传说，啊，时间固然就当作讲，你做迄个西洋的迄个心灵吼，西洋的心灵吼，拢为咧故事咧。啊，故事拢作趣味，啊，咱南部也是咱台湾的迄个宗庙吼。迄个故事啊，买单敢讲互人听，啊，足侪人唔敢去，就干那拜神尊拜拜了，后下咧人啊有当时啊唔捌代志，要问大姐啊杯三位种种吼，就较费气，啊，但是你爱了解讲，哎，这是哪一间庙？啊，这神尊是安那来？是不是？啊，问一下安尼就对啦，吼，啊，然后机会来甲你讲，阮台南市的六甲店啊。南家店即马有够闹热的闹热，人有够济了，对，像塞车塞到泥嘛嘛，对，南家店，咱南部即马南家台南的南家店即马是安尼哦，但是以前的南家店呢，是人过南家店心寒卡丘脸啊，
稻谷呢？对啊，稻谷啊，稻谷啊，心寒卡秋练。哎呀，难怪六家店心寒卡秋练。人家讲过了，啊，这住伫六家店的，比如讲什么钓狗，我六家店常常塞车塞到闲的呀，那人较济。古早不是安尼，古早不是安尼。我做细汉的时阵，底下咧出入的时阵，都唔捌看到你咧讲迄个物件。无啦，迄几百担钱的代志啊，搞啊，迄是几百担钱。咱的庙，台南的庙拢两一两百担起跳的，拢一两百担起跳的就对哈。啊，所以迄个所在古早，我来听阮爸爸咧讲，古早是拢有迄个啥。有那个枪会强得比敌啊！哪有人枪强？冇可能啊！针对那个路过人，你敢枪强啊？啊，那只要那有路过人就对了。干嘛讲？哎呦，你就辛苦钱，嗯，伊就要来抢啊嘞！嗯，啊，难怪六家店心寒卡手链，因是咧讲啊啦呢。那按照红山市的记载了对，哦，是讲加卡扎拢忙啊啵，嗯。哦，安尼哦。哎，较早贵个拢装蒙阿包，啊，古早时代咧大都无遮起咁大，无来都肯定个大，对啦。哦、嗯嗯，所以讲行过也是足阴的啦，足阴的吼。啊，所以啊，中正桥有咩无啊？啊，中正桥关系无啊？中正桥，啊，中正桥嘛，拄好伫六甲边，六甲边个身边啊尔。哦，你查到咱客桥啦？哦，对啦对啦，伊个买要挖落去啊，遐啦，系啦。啊，都用中正，用中正结音嘛，音对音加音等用啊。好，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的算算，不管哪样我讲，生产也是好的。嗯，哦，是好，伫恁咱厝内也按到食一寡这种叫做啥，迄个芒糖啊，什么种种，啊，咱看了成糖啊，卖甲伤害。那回来那个口罩一样。哦，啊，你上好是去做一束干好好穿啊，你啊，好、剃干了，做剃干好穿了，剃干将军。好，好嘞，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阿兰姐们来进广告，随着倒腾来。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催促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明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为了对啦啦，当然咱的身份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些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些物件，这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就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甲挖去。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部，不管你骑好多摆，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
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就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事业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可能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那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商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伊骨长骨长，吼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哦，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的所在，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松，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哦、啊分泌出来骨长骨松，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人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信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做只骨长骨松。如果若不只骨长骨松来个咱软骨的话，咱的手脚、咱的脚脚、咱的关节的某些的所在，正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的是吼，你打蛇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咧去，你就磨掉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信山软骨素内底也够连德同小分子。加完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一个人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或者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成分了，对。所以用这大件才做朋友，有人给咱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初分啊，什么种种拢跟恁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在店里面的第二代了，对。除了这产品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希乐通，希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这等下来不清洁是袂使一个，怎么这等下白天哦？你家想看我这个了，也死人，好嘞吼。所以用气度啊，跟人讲咯，气度通全部第一了，等下白清理了了。这个是刚才咱信兰公司，我这这个气度通，这另外就反研发的了了。阿和技术，他都要人工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用气度啊，我恁等下清洁，卡袂去记得这等下白天。这非常清楚的对吼，再来一个人，莫报许六清，这会用吼，未使回楼客，会来楼客就来像咱这条搞法来感觉就对，楼客也谈，开始惊人杂志就对啦，误为名家就也开始谈，一条搞法就未通，未通就归操哦，做上去的话，咱会更感觉意思了对，那要塌掉就对啦吼，往下咱走未赴了，别闹哩，看别那楼。在心中看不安的，后尾的血脉通，在卡脉通的哦，你把它清净啊！所以用许多，经过补虚毒清改加哈，补肾健，南属病物，钙合三病的点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补肾健，惠阳所，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的责任呢，米吧就算就关乎咱责任的能量哈。所以除了这三病以外。能用许多山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冇不了解，怕点我做详细询问，0800-0500-0500。好嘞，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0500，哈。
好来都在咧讲故事的时阵，还讲到这六甲顶啊，红山江吼，啊，讲一个相景，说讲到红山时期了，对，也不是哦，伊是江。哎、欸，你唔讲红山江吗？我讲红山市啊，红山市哦，哎，红地，红山江市是地府搞得用的啊。天兵市场对面的，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红山江。嗯，啊，红山江上早的起心源头是啥样呢？嗯，是万神庙哟。哦，是万应公啊，对了对了，哎，上早起心源头是万应公，因为啊，较早王阿波冲足济啊，嗯，哦，所以呢，就遐在地居民吼，为着求一个心安，啊，才用这个做万神。啊，较早有一间小金庙，啊，即马来用我换做大金庙。无无无，即马来就是即种叫做正神啊，嗯，哦，这个正神就对吼，迄、哦那个公爵尊龙，嗯，公爵尊龙吼，迄、哦、贵姓王，本身讲我会过来。所以过来一个所在定定定了了，红山市啦，红山江，人民市场对面啦，红山市啦，对呀，中国啦，哦，我那不是中国，中国，他就贵姓王，王地啊，哦，无啦，不真的，贵姓王都搞，讲讲迄中国界其他关系都出来，红山市，红山市，哎呀，哦，是红山江啦，江吼，啊，所以来去红山江阿伯阿面去啊看一下。阿伯佫有一个恩平圣皇，恩平圣皇，哎，恩平圣皇，吼，啊，这个圣皇爷，咧，咱听众朋友应该足侪人知影，圣皇爷其实有足侪是人往生去了，阿伯来慢慢啊升级起来，再升起，啊，有的是迄种，迄落说较大的，嗯，有的圣皇爷是较大，啊，有的是不对音反正，哎，安尼啊。反正还是一线之隔啦，啊对啦，嗯、因为啊，来保庇就好啊，你这最重要呀。公家属性就对啦吼，像诶姓名诶，就是有挺好诶啦，啊啊，迄个经过经过真正点点点点过啊，对啊，安尼啦，啊都有诶，无出诶，有些人做好事吧，不一定是因为咧，对对对对，不是。但是咱啊，听阴庙，你爱做主，就是啊，来拜阴庙吼，尽量卖下弯呐。嗯，就简单讲，就来参拜问好，安尼就好啦。啊，卖下弯，啊，你那下弯下无好势吼，我来讲做假啦，来做假啦啦。简单讲，正神像政府啦，嗯、哦，你该做伊认为伊伊的义务啦。啊，那是阴的庙，伊就像地方的迄种那个啥骨头对啦。啊，你若去甲拜托，你无行的话，假啦，譬如讲，我今仔日去求一间，啊，求讲希望，互我着彩券，互我着，我系啊，你甲我讲，互我着，啊，你无讲着偌济哦，嗯，啊，我买安那安那甲十声，讲讲出来，结果你着200块，系啦，爱行啊，免行，照常爱行，因为你无讲要着偌济嘛，啊，当然这种传说啦，吼啊，有人讲阴庙卖拜啦，什么种种的，其实你注意的没搞到啊。啊，阴嘛是迄个，阴庙嘛是真侪人咧拜，系啊，那个万姓公庙嘛是拢有人咧服侍。哎，不一定是阴庙咯。万姓公庙拢算阴庙啊。万姓公庙，万姓公啊，万神爷啦，什么种种的。种的有当时有哪有遐钱咧？哎，古早时代你六合彩。你就话菜啦，大家都等大家买咧金牌，大家买咧喜欢。对了对了，好啦，这宗教都教诶，迄个故事上侪就对啦，吼，阿来就佛教，阿佛教拢是讲神尊的故事啊，即、这个道教拢系先刷个地方上，较早一挂因结拢讲出来，较神奇安尼吼。阿那基督教就迄个系较无聊啊，耶稣都跟住遐，我倒落来。好了，接下来再来个看新闻消息下来。来，另外咱们来个看最近这个假所谓的假民调真多吼，啊掠个掠吼，一件一件吼，咱伫昨昏这里原来有看到，搁掠到一件新的啦。啊，这讲三联集团的董事长，这个叫做吼齐孝东呢。啊，这个齐孝东我当前吼。牵涉到一件，迄、那个吸金22亿呢，啊，李信去红加伊着违反银行法，红甲判13年啦。
啊，曾经甲法务部部长吼巧遇吼，啊，这个对里面法务部长也不讲啊，引起了吼，有翕相啊，引起了这个话题。无想着讲一道的选举当中，这个人又搁牵涉着中国资金改选案，唔打帮助新住民啊。去中国旅游接受着通奸，上届含的伊一个依着中华地公党的英武主席的身份，暗中找人散布无属实的总统大选的民调。昨昏这里啦，这应该是算顶礼拜的代志，去予高雄桥仔头地检署申请扣押核准。啊，新办的主任检察官吼，颜玉山伊咧讲呢，啊，包括检察官吼罗慧丁呐，伊指挥着调查局高雄市调处甲吼南基站，一个有高雄警方甲移民署等正侪单位兵分高落去搜索吼啊约谈，专案小组调查出讲，这个齐孝东等人登记呢，去予中国共匪渗透。啊，因为伊去金案的遭受着吼限制出境啊，但是嘛透过着吼啊，伊的分身出境去甲中国接洽，分身系啦，迄个身份分身就对个啦吼，啊去甲接洽就对个啦，有计划性的伫台湾发展亲中的组织，伊嘛曾经嘛做过中华地公党的副主席，今嘛是吼英武主席啦，啊而且担任九省如中国配偶所创设的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的总顾问呢，另外一名姓李的查甫人家为了摸啊，就是吼、哦、为这个摸妈做主神会的总干事。姓王的查甫人是吼、哦、啊，高雄市摸协会理事长相关的人顶吼、哦，受了中国共匪的渗透，来源支持吼，肖想要借由伫台湾坐坐的中国吼、哦，过来中国的新住民吼、哦，发展着这个敌对的境外势力，所有法度人支配的组织，专案小组掌握齐孝东等人共谋，以这个新住民的关怀协会名义进行吼、哦、渗透干涉，肖想要影响着这次的总统大选。正明显已经危害着国家的安全，甲社会就对啊啦，甲社会安定。专案小组来清查出吼金流，发现着讲来自境外不明的钱项啊，寄来到齐孝东因后生吼王姓啊，包括另外一名是个王姓查甫人的账户，辗转由齐孝东等人吼所来制作不实的总统参选人的民调。啊，包括配合表格啦，用着赖啦，通信软体吼来传送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的名义制作网络社群文管的调查研究结果啊，这个专人设计会当讲多文并茂啦，的方式搁再交由社招啊，包括社企的齐孝东等人伫今年的八月到九月吼传送吼。相关总会民调文稿来到经济日报啦、网络新闻啦、赖啦，等等有诶无吼，肖想要散布假民调吼，来影响着吼这场总统的大选，这你也着已经第二件。啊，你甲讲有名诶，你也着做假民调吼啊，有名诶都已经你也着着第二件吼。啊，这暗暝这唔知打几件咱蛮知影啦吼。啊，咱是干那知影吼，以前诶这个宋楚瑜指控吼。台湾两千年、总统那场大选，国民党第一道做假民调、出来影响选情，还宋楚瑜算我算不掉，或者伊讲的啦，宋楚瑜伊讲的吼，啊，所以这个做假民调吼，诶，目的就是要影响大选。咱较早嘛唔知讲假民调有罪呢，啊，是伊这条的判罪的原因是因为伊受中资，应该是中资的问题啊。那你讲算做假民调嘛无罪？我诶，伊顶头那条，伊做假民调，但是无查的有当。有中国的资金，伊嘛是较笨的。但是伊你做假民调，就是企图啦，要来影响到这个选举的这个这个结果吼，这有可能我来判罪啦吼，还是爱注意哦。这民调唔好白用，白讲哦。你如果那是收到简讯的话啦吼，遐一寡吼，你讲民调安怎样啊？你若白传，反正原来有代志。所以咱两个引来的朋友吼，你有收到这个所谓的民调吼，诶，简讯千万唔通白去迄个啥，白去传吼，传到那出代志惊咯哦。
这一般来讲，这个做假民调是一大堆啦，但是这应该是因为牵涉到迄个做中资的问题啦。嗯，好，我相信应该是安尼就对啦，吼、嗯。啊，那无这咱讲啊，歹听来选一个记假民调满天飞，嗯嗯，对不对？这组讲伊赢，迄组讲伊赢，迄组讲伊赢，这就有人假呀、啊，对啊，对啊，是啊，是真正是超贵。啊，而且讲啊，歹听来，咱这个就做啥？这个就做咧接电话的人，家己买个白菜啦，好、嗯哦、对不对？有时啊，咱想讲。嗯，那迄边倒一个出来对咱有利，咱迄边调拢拢支持，迄嘛是白差啦吼。所以民调是参考得好啦，参考得好啦吼。啊，这个就做看选举的结果，再个那迄个就做啥，再来做一个确定啊，那个对吼。好啦，感谢吼。来，咱今仔个地头版有看到一篇吼啊，咱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吼，即马开发一种无人机啊。名合作吼，天魂离形啊！啊，这原本吼，讲迄当时拄打第一代出来的时阵，会当伫上空飞十点钟，嗯，即卖当飞超过二十点钟啊，甚至规工吼啊，伫台湾的四颗连灯，包括海峡啦、台湾海峡吼。来做监控，啊！未来咱诶，这个中山啦、啊、吼，国家中山吼、啊、科学研究院吼、啊，原来吼咧将这台吼、啊、腾云吼、啊、二型，就是天云离合无人机吼、啊，甲派飞弹去哩，派天剑飞弹去哩，甲飞机。嗯，啊，所以讲未来咱这台无人机伫这个空中咧执行任务诶时阵，人有看唔到诶所在就对啦，啊，当侦测咧，嗯，甚至飞弹去咱个结尾，甲弄落去。够攻击性诶。各有攻击性的吼、啊，这算讲一件好消息。啊，当然有法度人突破二十点钟以上，有可能未来都有法度吼，人突破四十点钟，哦，啊，冇可能永远伫上空底下咧飞啦吼。这是一件真好的消息啦吼。这以上可能啊，简单做一个报告吼。啊，另外顶一阵啊，咱有听到吼一挂谣传啊，讲什么于天安怎样，我无要出来做算啦，安那都安那，啊，其实拢假啦。无啦，对你阿因老生都有出来解释过啊。啊，即卖人已经出来啊嘛吼，人已经拢有出来，甲咱民进党这边不管立法委员啊、赖清德总统啊吼，诶、候选人拢有出来甲徛台来甲做算吼。这谣言卖个团啦吼，这我知哪遐同阿讲歹听啦吼，阿迄拢毋捌报过。啊，人即卖已经出来徛伫台顶啦吼，对啊，搁再继续讲白色讲抹乌类啊吼。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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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就对啦吼，啊！但是今仔新闻报讲，这波有可能佮变成强烈的迄个做啥？迄、那个冷气团呐。透早的时阵啊，我要去电光时阵去参加冷。哦哟，那这都十度左右呢。这个时机点尽量唔通下啦，马早出去啊，但被蚊丢着啦。丢着，那现在搁你困呢。哎呀，今仔这波啊，他是大了啦，我感谢用时代收听，咱就播广州再会。好嘞，好，拜拜。